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认识中医》。我是胡乃文，我是李小坤。胡荽也叫做芫荽或者香菜，由于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，能够促进食欲，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不仅如此呢，胡荽它也是一味良药。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胡荽的药用功效。胡医师，这个胡荽这个名字，它前面有一个胡字，它表示它是外来的植物吗？没错，而且一定也是当时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东西，所以叫胡，然后就是从外国来的，没错。那这个胡荽啊，它我们都叫芫荽或者香菜那是我们现在叫法哎。它在这个从中医的角度，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呢？《本草纲目》里面讲，它是内理心脾，外达四肢，还能够辟恶除臭，就是说把不好的东西去掉。那个辟恶意思就是说，凡是坏的东西、坏的气，它都可以去除，就邪气给拿掉。所以过去啊，曾经拿这个胡荽这个东西来除去小儿的痘疮，痘疮也是邪气。是啊，其实痘疮这个东西呢，也就是像是我们一般讲的，就是像天花啦、什么疹子啦之类的一些东西。这些东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病毒啊、什么细菌啊，就是这些。那么过去都叫邪气，都叫病，就是病气。那么可以利用胡荽就可以去除。那胡荽要怎么样可以去除这个小豆子？他是说这样的啊，让这个人呢，就是含一口酒，往这个孩子啊，这个从颈脖子以下把它给喷，喷了这个气，当然现在的话可以用喷洒器，喷了这个酒以后呢，再来就用这个胡荽，它放在边边，让它这个气的能够互相的通，那它就能够辟这个恶气。所以让这个气能够渗透到皮肤里去，可能是这样吧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就是用这样的啊，那它就可以做了。可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胡荽它的这个香气呀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爱，也不是的，有的人他不喜欢那味儿。而且它这个香气呢，太过度的香的时候呢，它也能够很走窜入脑。那这样会发生什么呢？走窜入脑啊。有好处，能够醒人心脾嘛，能够让心啊脾呀、它能够打开。可是呢，太过于这样子跑到脑里面去的时候，也有一个坏处，就是会令人忘。就是说记忆力，记忆力不好了，说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过去的人就说，这个东西不可以多吃。那尤其考生不能多吃哦。是不是这样的？我并不清楚。但是我们平常啊，拿它来作为平常的啊，有一些个处，这也不能说处方，而是就是一些偏方吧，民间用方吧，就用这个东西。我自己啊曾经使用过，为我自己的咳嗽我使用过的，还可以治疗咳嗽，这也是偏方。可是我在书里面到现在没查到过。可是呢，有人就在台湾有人就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流传。他说啊，把这个胡荽呀，把它给放到碗里头，然后用开水，就是滚烫的开水冲了以后把它盖起来，盖起来让那个气不要走掉，等一会儿这个凉了拿来喝可以治咳嗽。真的，这是一个偏方。这偏方，您说偏方气死名医，有它的帮助。所以呢，我自己曾经就吃过。结果好了吗？就好，有效。好了，对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是至少的在我身上出现，有效。那除了这以外呢，还有就是利用这个东西呢来啊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说除去一些晦气啊，不好的气。那么也有人呢就用它来治疗胃肠的毛病，因为它有那个香串，只要是香串的东西，对于胃都有帮助。香串是不是因为它有那个气味，所以会在身体里面串？会串，对，有香味儿。所以你看那个有一个药啊，这在西方医学常常使用的，就是薄荷。对。它放在那个胃肠用药里头啊，它就可以治疗，就是可以对胃有帮助。醒胃吗？对，就醒味儿。那我们在这个一般的这个用的药方里头啊。例如有一个这个逍遥散，
香材里头有薄荷，就是用那个薄荷的香气呢，也能够和胃。哦。啊，就是能够使胃里头的气呢能够顺畅了。嗯。那同样的，这个香菜它也是能够把这个胃里头的气给顺畅了。嗯。所以他说理心脾，心就是心啊，脾就是消化系统，所以能够把消化系统给调整。嗯、所以呢，这个药方子啊，就是用来治疗脾胃也蛮好的。用来治疗脾胃也很好。哎、对对对，是的。嗯。那这样子的话哈，您说它是理心脾，那说明它对心也有帮助、啊。心对，心就是心神，心神就是神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跟刚才所说的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令人会忘，它就有点、哦、有点相反对的意思。嗯，所以这一点来看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吃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要太爱吃它，嗯、所以呢要少量的，或者说不要过度的。食啊，吃这个东西，所以有的时候想想老祖宗们讲的话，他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吃，就是不要过度。嗯，所以中国的这个概念上面讲，所谓的中庸之啊，中庸对，用中庸之道呢，就是什么东西呢，你喜欢可以你用，但是呢不过度，不过度，哎，这就是中庸。嗯，那所以用这样子的想法。不只是吃这个东西有关、嗯、还有呢就是我们任何的一个事情都是中庸为度、嗯、对，不光是食物、哎、也许我们做其他的事情、哎、是的是的，也是有用中庸、哎、像是睡眠也是一样、嗯、睡得刚刚好就行了，不要太贪睡，对、哦、喝水也是一样、嗯、吃东西也是，也都是这样。哦、哎、那平常我们在看待很多问题的态度上面，对，都是也是都是以中庸之道、哎、取中庸之道，对，嗯，哎，这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是，嗯，在今天的经络单元节目中，胡医师将要为大家介绍三焦和三焦经。胡医师，我记得您以前啊跟我们讲过，说三焦它是有名无形哦。它有那个名字，没有那个东西。啊、嗯，可是它应该有具体的大概的一个位置吧？就是没那个具体的地方。哦，大概的呢也没有吗？嗯，大概的说起来嘛，三焦嘛哈，嗯，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说啊，叫身体上面有就是。胸腹部这个地方，胸腹部这里呢是横膈之上，我们叫上焦，横膈之下到肚脐呢、嗯、我们叫它叫做中焦，肚脐以下叫下焦，也就是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啊，所谓三个焦，也就是上中下三焦。嗯，大概就是前胸的这个位置、哎哎、这个就是胸腹这个位置，叫上焦、中焦、下焦。嗯，就跟另外一个经呢叫做心包经啊，嗯，心包经呢它是有那个东西，却以前却没有名字，所以后来特别给它一个名字叫心主，以后呢因为它是包在心的外头，所以叫心包，是这样子。哦，啊，就它是特别的，就是说不一定给你一个啊，不一定有名字，不一定有位置，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嗯，那么三焦经呢，它是跟心包经啊刚好是相表里的。嗯，一般来说每一个脏腑都有互相的表里，例如肝跟胆相表里，脾跟胃相表里，膀胱跟肾相表里，互相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嗯，可是呢这个三焦跟心包呢两个东西，他们的这个相表里又很，就古时候的人也认为有点勉强。嗯，他们扯得上关系吗？一个是有形，一个是有形，一个是有名。嗯，有形而无名，有一个有名而无形，所以他们是互相之间就是说很勉强的，好吧，就叫这两个东西相表里吧，这样的概念。那他们如果说有疾病的话，可以互相这样子来治疗吗？当然也是可以，治病的时候就是相表里的就互相治病。嗯，例如脾病可以找胃治，同样的讲心包跟三焦呢也是一样，心包经有病找三焦经治，三焦经有病可以找心包来治，是一样的概念。嗯，啊，除了这以外呢，心包经它是从胸口走到了，就是走这个手的中阴面的中间这个部分，一直走到中冲、嗯、然后呢现在它又要从三焦的关冲，也就是无名指的外侧关冲呢，往上走上去，一直走到头部散掉。哦、oh. ，那它这底下进来的就有什么？就是井沿枢、经合这几个比较重要的穴道。嗯，例如这个关冲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一门、中主，然后上来到
支沟，然后呢到这个天井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巡这样的一个巡行。嗯，那么这个巡行里头，井银书金盒呢，它还是跟以前所讲的井银书金盒的作用一样，井主心下满了，银主身热啦，书主体重节痛啊，金主这个喘送寒热，盒主这个逆气而泄，就这些东西。嗯，还是讲这些东西。那么再来就是有关这几个穴道呢，它就可以治疗这个经所过的地方，因为它是有一个名字，但是却没有形，所以里头那么在后世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特殊的讲法。先讲就是这一条经络所到的这个位置啊，那它就可以治疗这个经络的上的病。例如它可以治疗耳朵的毛病，因为三焦经会经过耳朵，是围绕这个耳朵，所以它可以治耳朵的毛病。同样它可以治眼睛，为什么三焦经也经到眼睛，所以眼睛呢就是外眦，也就是这个眼睛的外边这个位置，那么它可以经过，所以它也可以治疗。那么例如我现在讲，就是我曾经啊，在我的病人里头，我常常很喜欢给他扎什么呢，喜欢扎这个中主啊或者腋门啊这几个穴道，是治什么呢？那就可以治耳朵的毛病。例如有一种毛病叫做耳聋或者是耳鸣。耳聋耳鸣啊，古人形容他说耳聋啊，他可以浑浑沌沌无所闻，就是说浑浑沌沌的听不清楚了，听到的声音，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做重听，就是说听不太清楚，听到声音不清楚，听得到声音但是不清楚到底是什么，轰轰轰轰隆隆隆隆的这声音，那叫浑浑沌沌。那这种情况呢，我们现在叫它叫重听。那么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扎针就行了，也可以解决吗？这样子可以解决问题。例如我们在这里啊，假如说有问题了，你可以这样的叫这个病人呢，就是压一压这个穴道都有帮助。自己在家里很痛自己压尤其是耳朵有轰轰鸣叫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压这里你就会发现到疼痛的不得了。胡医师，是不是譬如说我们人体的很多的部位啊，就是说如果你压到它的那个穴位有痛，表示这个穴位相应的那个地方出了问题。对，是的。所以我们中医的古时候的讲法就是以痛为枢，就是以痛的那一个点当做枢穴。所以古时候啊，在那个像唐朝有一个叫孙思邈的，孙思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备急千金药方》。备急千金药方里头有一段他提到了一个穴叫做阿是穴。阿是穴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有病了，我在你的这个经络上面也许按压了以后呢，会发现到那一个穴道呢很痛，那么告诉这个病人说那个穴道痛的时候你要讲哦，要讲是哦，他一压到了头特别疼痛，他就是阿是穴，是的，就是阿是。在这个阿是穴呢，就是哪个地方特别疼，它特别疼，那就是这个穴道，所以叫阿是。是这样来的。对，过去啊，这个有的人啊，以为阿是穴啊，就是哪里痛扎哪里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这里痛了，它不一定是这个地方能找到阿是穴，这里痛了，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个穴道特别疼痛，那就叫阿是穴。概念上是这样子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，所以呢，现在你看有很多人他哪里疼就扎哪里。我常常开玩笑讲，我说哪里疼扎哪里的话，那这样子你只要找个护士，找个这个西医师给你扎针，那是最好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很容易找到，是哪里疼？肯定找到哪里痛嘛，你就在那里。因为什么？护士他每天给人打针，他可厉害了，他这打个扎那个针还反而不疼呢。对不对？对，或者医生啊，西医师他每天打针的，那他给你在那个地方扎个针，那太简单了。可是你为什么要找中医呢？找中医就是会寻经找穴，会寻经取穴，或者说在这一个经络的另外一边，也就是说，例如三焦经有病，你可以找心包经来治，那你会找心包经的痛点来治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对于阿是穴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理解。对，是这样。听您这么一讲啊，我觉得这个经络啊，真的它的学问是很大的。对的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回来呢再请胡医师继续为大家介绍三焦经可以治疗哪些疾病。
接下来请胡医师继续为大家介绍三焦和三焦经。胡医师，您刚才为我们介绍了三焦啊，它可以治耳聋，对对，没错，它可以治疗耳聋耳鸣。嘿，除了这以外呢，还有就是只要是这个经经过的地方，例如眼睛，例如眼睛红啊，眼睛肿啊，也可以，例如麦粒肿。哦，麦粒肿。麦粒肿就是长在眼睛的这个就是眼睑上头，也许上睑，也许下睑。可是呢，它长在里头的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长得比较外边一点的那麦粒肿就是用三焦经来治疗了。哦，哎，那所以还有太阳穴这个地方的疼痛，因为它是经过这个地方，所以太阳穴的这种头痛也能够用三焦经治疗。嗯，除了这以外呢，它还可以治心包经的毛病，因为相表里的互相治疗。对，所以心包经，例如说我的手上面的这中间里边的这疼痛，那你可以找另外一只手上的这个三焦经来治疗它。哦，是这样啊，是互相之间的就这样子治，而且左治右，右治左吧。那除了这以外呢，少阳，因为三焦经它是属于手少阳三焦经，另外它少阳也可以治少阳的病。所以呢，少阳有些什么样的病？少阳就是手少阳三焦经，另外还有一个足少阳胆经，所以胆经有病也可以找三焦经来治。那是因为胆的名字叫足少阳，足少阳，对，同样少阳可以互相相治，就是这个互相治疗。哎，这很有意思啊。例如说，我现在就讲有一个人，假如说他的这个腰侧的这个地方疼痛，就是这个侧边，不管是身体的这个胸胁部的侧边，或者是脚的这个侧边，只要是这个侧边都属于胆经。哦，那么你就可以找三焦经来治疗这个胆经的这些病情，它都能够帮忙。还有呢，就是三焦经自己本身，例如它是经过的是肩膀啊这个位置，所以呢它也可以治疗肩膀上面的疼痛。哦，好，肩呢、还有就是甚至于到这个就是这个什么斜方肌啊这些地方，它的毛病都能够治疗。就是说在它经过的部位，哎，对对对，都可以治疗。 对是的，只要它经过的。嗯，那么当然它还有经过什么，例如说我们这个三焦经它是从关冲然后中足、意门这样上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是无名指上面一直到这上头来，这个还有说是这个所有的经络啊，整个的阳面的中间这个部分它都能够管到。哦，所以手痛啊、手背痛啊什么它都可以，都能够，对，它都可以治的。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儿，就是后世人啊对于三焦这个东西它怎么样解释呢？有人认为三焦是因为三焦本身是所谓上焦、中焦、下焦嘛，也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名字却没有一个形。可是有的人就说，哎，有形，有东西，像我们身体里头的网膜系统。网膜系统，网膜系统跟油脂类有关系。哦，所以呢说油脂类的这个消化或者油脂类的一种代谢，那都跟三焦有关。所以利用它呢，可以做像是减肥啦，可以做这一类的概念，的这个治病。对，那这一招现在应该很火热。现在的话很红的，对。对。就是说一般人啊，都总希望这个身材比较苗条一点。三焦经可以或多或少帮助一点。就是把油减去一点。减去一点。凡是膀胱利尿不太方便的话，也可以找三焦。哦。哎，所以呢。讲人这个就是要讲减肥，减肥呢其实讲减去油脂类以外，还要减去的就是水分。哦，所以对对，哎，它也能够利尿的话，哎，对，能够利尿，它能够帮得了，所以也能够做一点减肥的这个效果，在这个三焦经上面啊可以得到。三焦经大概它所能够找到的病情嘛，也不算是很多。不算很多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就是说既然是不多，那么它为什么还特别有这么一个经络呢？没错，它就是有啊，它就是能够帮的，就是来辅助其他的经络。对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心包经啊、胆经啊，哎，对，这些心包经、胆焦啊、胆经，嗯，还有就是内脏的，就是像是膀胱之类的。哦，所以三焦，是的，是的，三焦经主要是这些的问题。除了这以外呢，还有就是讲到修道的人了。修道的人呢，那么他们比较起来也很讲求三焦。
因为三焦、上焦、中焦、下焦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是里头，所以以前有这么样一个、有这么一个图啊，叫内景图。内景图。哎，内景就是说，有一些修道的人啊，他可以感觉得到这身体里头的状况，内景呢就是身体里边的样子。哦，所以他画出、那个、景象的景，对景，对，他画出来里头呢，像心脏啊，它是一个就是像它这个地方像太阳一样在那里照着，然后呢在里头哪个地方有牛在里面犁田呐、啊、什么、嗯，其实三焦呢就管到这个内脏里头的这个所有的这几个部分。为什么还有牛在里面犁田？对，它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。就是你知道有我们这身体里头的构造啊，嗯，有一个地方叫丹田，嗯，丹田就是所有的我们练功的时候或者修道的时候啊，所有的功所有的法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要形成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机制。哦，那所以牛在里面犁田或者风车在里头转动等等都跟这个有关。就在那个，因为它有个田，是不是？就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哦，就这个概念吧，嗯，就整个都是讲一个概念，而不是说真正的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嗯，跟所以说所谓的有名而无形，就是因为讲这样一个概念，它就是一个概念，其他什么都不是。哦，所以这跟修道还有关系。对，修道有关系，所以三焦呢，它跟修道的这个内景啦、什么东西要观察啦、什么东西好像有点关系。嗯，那他们修道还能看到什么吗？修道的人不但能够看到这些，还有就是，嗯，也了解啊，像我们身上的有一些像是这个所谓的神魂魄之类的东西啊，它在身体上它的出现的位置都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。哦，例如我们讲，我们身上有一种就是有一个叫泥丸的东西，泥丸它是什么？是神识所在的地方。可是我们现在人都讲是脑，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是藏神识的地方吗？对对，藏神识。所以这个三焦呢，它也是藏一个，就是它也没有藏这些东西，但是它就是在这个里头有那么一个概念在，就好像神识也是一个概念在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以前的人哈，我觉得他们跟好像跟中医跟修道什么，互相之间有都有一些关联、哦、对的，嗯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，谢谢。